下面讲拿西装放马，打开计算表，计算表下面有八个马，从42到56，四十六是基本码。后行编辑，从42开始，44、46、48、56、52、54、56。四十六是基本码，那这是基码，清除空白横列，确定。看后行表，42到56，四十六是基本码，修改颜色。四十六我改了黑色。通常基本码呢是黑色的，然后呢前面两个码我改成红色，后面码全部是蓝色，确定。放码的时候呢，把结构线呢隐藏 ，F7 显示缝分，关掉缝分，放大。先放领横，领横是领围的五分一，领围11公分，五分一是0.2。一正一负，肩宽，下面这些点呢，为了保身跟肩宽一起放。肩宽是1.2除以2等于0.6，这边也是0.6，负的0.6。封车片，车片是松围，松围的当差是4公分，一半呢就是2公分，2公分刚才这里放了0.6。后配也放了0.6，总共1.2，半为2公分减去1.2了，还有0.8的车片，0.8的要放两边放，0.4一边，剩0.4和负0.4，前领身，前领身也是领围的五分一。负0.2，衣长是2公分，负2，这里有个开叉，开叉是1公分，刚才放了2公分，重新放1公分。修拢身这里没有起串，没有当差，再算一下，用计算机可以算一下。我临时算一下这个修拢身，修拢身的当差呢是与松围有关系的，松围是4公分，大概是除以6左右，那是0.66。我放0.65吧。那这几个点首先一起放，要求墙跟着一起，负了0.65。调整这个领窝。这里一个平行焦点，点击这个点，然后呢领窝就平行了，这两个点是一样的，可以进行拷贝，肩斜线也平行，点击不纹线，再点这个尖点，确定。
中间点也要平行，间斜线。然后调整这个地方，啊，这个地方呢，要调整一下。这个后袖笼的起效量，刚才呢，袖笼算是放了 0.65， 这两个点大概是相差 0.1 左右，那就要调整一下了。调整这两个点一起，要放 0.55， 负的 0.55。放带位，带宽的档下是 0.3， 我们刚才看看这个点究竟放了多少，这个点是放了 0.6， 如果相差 0.3 的话呢，我们要放 0.3，刚才这个点选中了，一起放了，退一步。放0.3。确认一下。它束腰的长度是0.3就对了。表带宽也是0.3。测量一下，啊，0.3，以测量为准。要注意这个圆角，目前看一下，圆角每个码都是一样的。放码的时候，这个地方要加个放码点，没有放码点的这个圆角呢，可能就有问题了。对齐这个点，看上这个领窝是否平行。这个地方这个后领窝要调整一下，选择这两个点，这里有个工具，这个等幅进行放码，点一下，啊，这个领窝就漂亮多了。这个负责线有问题，没有相交，我们用啊这个工具负责线平行放码的一个工具啊，点亮这个负责线，再点这个边啊，这些线呢就全部相交边线上面去了啊。这是前后看的放码，放袖子，与袖子有关的形状是袖长、袖宽、袖口，还有袖山沟。把放码表最后一个工具点亮，啊，这个工具可以使电脑自动判断进负极，先放袖宽，啊，这些点都是一样的，可以一起选中。袖宽是 1.5， 要分四个点，每个点是 0.375。啊，放袖口，袖口呢我不想再分，啊，我想对齐。对齐这个点就可以放袖口了，我先放一边，袖口是1公分，这是半个袖口，就放 0.5。 放好之后呢，再把这一块呢复原，然后把这一点的亮的拷贝到大袖上面去，这是左右对称，把这一点拷贝到大袖这些点上面去，然后放袖长，袖长是 1.5 公分，再放袖山沟，袖山沟我只能够估计一下，
究竟放多少。十三高我估计是放 0.3 0.4 左右，那我先放 0.4、方向是相反的，外取反，我把这个正负值关掉，自己判断正负值。这个后修三点我放负了点点啊，调节一下，然后测量测量修三跟修龙的强度差，点亮修三线，按右键再点亮修龙线，我们看看最后的差值。如果最后的差值是零呢，就 OK 了啊，现在已经差不多了，基码是零，其他码呢也应该是零，现在相差了 0.08 啊，这个相差的量很少啊，如果我们要调的话呢，只能够调13高，我适当把它调一下啊，现在大码呢是变长了，变长就是放少一些，负的 0.38 看一下啊，这个结果呢给刚才会更接近，放零几，放零几之前先敲连下呢这个薄口线的长度，薄口线是 0.17，那就放 0.1 基点取的借点，用角度来放，前切线方向，后切线方向，沿着这个方向来放，放 X 线量是 0.17，然后复接，把这个量复接到下面去，啊，这个是完全相同。再把这个点卡过来，接两个点下面去，放领墙，敲量后领窝，加前领窝的强度，那是 0.35。从后中放 0.35， 为了角度，放里部，里部把一些点的拷贝过来就可以了，这个点是跟这三个点是一样的，这个尖点，这个袖底的点，这几个点其实是一样的，可以一起放，这几个点也是一样的，这两个点是，这个点跟这个是一样，这个点跟这几个点是一样，可以一起放，那这个是把对应的点复制过来，照片
把这几个点先压了，我们看看这样能不能复制过来，这样一起。那是不行的，可以。那这几个点，我看一下行不行啊？有些点可以，有些点是不可以，那只能够一点一点进行拷贝了。把嗅觉，嗅觉的放码点是一样的，可以框选，再框选，啊，现在快多了，框选，框选，好像这个点不一样，那就要点选了，再框。同个头经理一下这个地方，这个结页处理一下，我现在想把这个尖点拷贝下来，是完全相同，框选框选，然后这一边，这边也可以拷贝下来，框选框选框选，我觉得这个有高低啊，我可以调整一下这个高低的量。我把这个 Y 量的拷贝过来，这个 Y 量拷贝了这边的地方去。放这个带位，线拷贝，把这个点的量的拷贝了这两个点下面去，然后对齐这个点。对齐点，最清楚这些放码量，先清楚再放码，放大口宽，大口宽是 0.3， 这个中位，中位呢就放 0.15，要复原，这个带外就放好了，还有这个领口，领口要这个焦点要平行，然后这两个点呢是放码量是一样的，可以进行拷贝，完全相同。这个量拷贝到这里了，下面这个点呢要从前片，要从这个面料拷贝过来。还有这些衬度，衬度可以进行拷贝，对应的点呢是拷贝过来就可以了。尖点跟这两个一样。尖点跟这个尖点是一样，这是切片，这是切片修容底的那个衬布，还有叉交叉，可以完全相同拷下来。
这个枪的放和马蹄号呢觉得很乱，我们可以用堆起，堆起呢看起来那就会很干净了。堆起堆起，这个会复原。然后还有绣枪，绣枪其实拷贝的时候呢，只要拷贝一个形状就可以了。因为这个叉子行呢是通马的，跟这个后开叉是不一样啊，跟这个车片的开叉呢是不一样的。车片开叉呢，这个叉是有量的，每个马有1公分的档叉，但是这个绣叉呢就是通马的，所以拷贝的时候呢，绣叉可以拷一个形量，但是开叉后开叉要拷贝所有的量。还有带布，带宽是0.3可以一起放。至于这个带布放不放呢，这是表带可以呢不放，这是里带也可以不放，但是这一块呢是更全片的。我给它看一下，这个带布呢就是放多少，带布呢是切的这个位置，我可以确认这段的长度，这个长度是 1.36， 那这个带布呢就放 0.36 就可以了，也放一片。放好马蹄后要检查刀口，这块车片的刀口觉得很乱，我们重新调整一下。放到这个地方看一下，这个刀口从哪里来呢？原来这个刀口呢是从这个地方来，就是因为这个刀口没打准，或者这个地方没有放马点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地方有没有放马点，显示不出现，不显示，不显示这里没有放马点，要把这个放马点加回来。按空间加 K 显示所有的点，这里有个圆弧点，对着这个点双击左键，把它变成放马点，然后呢重新放这个点，选中重新放这个点，这个点当时呢是0.4这边，但是这边呢好像呢跟这个是相等的。是0.65，然后呢再调整这个刀口，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方法去调整，一种方法呢去删除，再重新打，这个刀口呢位置就没跑了。还有下面这个地方呢也缺了一个放马点，双击这里，然后呢变成放马点，重新放这个点，这个点当时呢是从下面放上来是0.4，这个深度是跟这个点一样的，这边呢是一样的，是0.65，可以拷贝，把这个歪量拷贝过来。显示不就是中间这个刀口呢也不能让它跑位，而且这个刀口的地方加回一个放马点，要先确认一个刀口，从这个点开始点进这个刀口，这个刀口里边点的距离呢是 3.51， 我现在加回一个放马点给它 3.51， 这样一来呢这个刀口跟这个放马点呢就在同一个位置上面，要放吧，
这个左右量是不动的，那个是清明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再调整这个刀口，调整这个刀口，哎呀，我见刚混这个点，就是这个点上面，上下是零。这个刀口就调好了，还有前后受轮的刀口，对准这个刀口按腰键，那这是充满的刀口，不需去调，按腰键，这也是充满的刀口，不需去调，秀三。修三的刀口也很乱，这些刀口看看从哪里跑出来了，先看这、还有后片的刀口，这个刀口也很乱、这个刀，这些乱的刀口估计是从这里跑出来的，调整一下，看算了，看下这两个地方了，都没有放马点，要把放马点加上去，空间加 K， 可以看到这个下面有点，双击这个点，然后呢把它变成放马点，这边也是变成放马点，重新放进两个点，这两个点当时呢是放到 0.6， Y 量是放到 0.65，放反了，那这边呢？这个水量是没量的，这个水放了0.65，然后这个刀口呢？这个刀口可以删除，重新打。秀姐的刀口也很乱，放大。这几个刀口从哪里出来的呢？我删除秀山顶这个刀口看一下。原来这几个刀口呢是从秀山顶跑出来的，重新打回去。这个刀口就没事了。下面这里要刀口，看这个刀口从哪里跑出来的？这个刀口呢是从这个点跑出来的。那就说明这个地方呢没有放马点，关掉看一下，把辐射线关掉，空气线加 K 可以显示，这里没有放马点，把这个放马点加上去，对准这个点，哎要双击左键，进行放马点，要重新放这个点，刚才是这个是 0.75， 0.375。反了，因为这个高度呢，当时是没有放的，没有放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这个放马，这个刀口了，这个刀口用调整工具也可以，用删除也可以，按右键。这个刀口看起来那么长，是有点不对的。那还是删掉它吧，删除之后重新再打，这个刀口就没有问题了。这些刀口其实呢，同样的道理，当没有放马点的时候呢，刀口呢就会发生移动，还是把这些呢加回放马点，双击这个。双击这个点变成放马点，这些也是。这刀口先删除，再重新打，不需要调整，打回去，打回去。
来重新放。就歪了，跟这个一样。这个歪一样的，跟这个一样。这个调整好了，比较强风，把这些辐射线呢显示出来，可以测量一下。用比较强度的工具先测量，让这辐射线显示一个码，先测量松纹。松纹这里有几根线，点一下，看看 DDL 呢，就是松纹的上差每个码相差两公分，全为14公分。异常，异常是两公分当差，还有锈三和锈龙的差距。差不多啊，看看最后，凡是比较差距的，看最后 DDL 就知道了。如果大家的数很接近了，那就 OK 了，跟芝麻啊很接近。看锈长。就像是 1.5 公分的当下，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测量其他的部位 FC 显示全码。放好码之后呢，要保存文件，点文件另存为，写上文件名保存，栏隙中放满。